主料非饮两张，辅料雀巢淡奶油70克，牛奶70克，糖10克，蛋黄2个，木瓜丁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牛奶稍稍加热后加入糖溶解，加入淡奶油和蛋黄搅匀，过筛备用，即盛踏水，飞饼两张重叠起来置于室温放软，面板撒薄面，把飞饼改成方形，请忽略我的不规则形，卷起冷藏15分钟，取出切成12份，每2份叠加，按扁擀成圆形饼片，把擀好的饼皮放入炭模中捏好，底部尽量薄，边缘高于炭模约1厘米，炭模中倒入约8分满的炭液，加入吉利木瓜丁，烤箱预热220度，倒数第二层25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 Tips 1，使用长地 CK2 务必烤箱的同学，每次可烤12个，节约能源。哈尔蛋炭模不用刷油，也不必撒粉，只要炭液没有流出，出炉后可轻易脱模。3糖分可根据自己口味酌情增减，但它一定要刚出炉不久，趁热食用才更美味哦。但它热量高，减肥的 MM 可要谨慎食用，千万不可太多，晚上就不要吃了吧。营养小贴士，木瓜是抗病保健佳果，又称万寿瓜，过肉厚实，香气浓郁，甜美可口，营养丰富。它特有的木瓜酵素能清心润肺，还可以帮助消化治胃病。它独有木瓜碱具有抗肿瘤功效，对淋巴性白血病细胞具有强烈抗癌活性。木瓜耐住运，采收后自然存放1到2月。木瓜学名番木瓜，又名万寿果。木瓜是番木瓜科常绿软木性乔木，与香蕉、菠萝同称为热带三大草本果树，是热带、亚热带水果中维生素 A 原含量很高的一种水果，还富含维生素 C 和可溶性的钙。传统医学认为，木瓜能利脾和胃，平肝舒筋，可走筋脉而疏乱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